请说。我衣服穿反吗？你穿反，你直接吴伯人哎、欸，吴伯人呢、欸？超不舒服的。吴伯义的姐姐，吴伯人哦、喔，傻眼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穿反、欸，你穿反，有吗？哎、欸，对，他不是原本就是这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并没有。没有，这是穿反衣服，好像这是。每个分钟。等一下啊！而且刚刚重点是我们刚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还想说会不会等一下就会有鸟，然后吊死下来。你看，就真的。哎，预言家，现在是谁啊？你现在是谁？你今年要过几岁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好吗？干嘛？有碰到你啊？有啊。他干嘛？他突然碰我脚，第一次跟学妹出国啊啊，在直播啊，恭喜大家上直播了，不是直播啦，上 YT 频道，对 ，Kira 学妹，哎、欸，菲菲学妹，已经差不多快资深了哈，就你已经五年以上就要，那、啊、你现在几？我是第三年，那你更新，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去香港是要干嘛？宣传单曲跟那个篮球，因为我今年已经飞第三次，希望不要下雨。最不容易下雨的越南下暴，下暴啊，直接下暴啊！直接我们现在一开始进来就在逛精品啊。菲菲可以啦，犒赏自己啦，因为生日要到啦。你要买礼物送给自己。对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买个礼物，我会帮你选的。菲菲你喜欢哪一个？菲菲你喜欢哪一个？快点，我可以帮你决定。哎、欸，菲菲。啊，你外套穿反嘞！真的？哎呀，很明显吗？很明显，很凸哎、欸，很凸哎、欸。外套穿反了。菲菲喜欢这个，我看一下哇，菲菲，你知道上次我那个上班族趴，然后我就说，哇，你真的好像心有菜，然后全部底下都说，哇，真的好像哦，完蛋了，以后看到菲菲回不去了。是，重点是我接不到那卫生纸，我很不爽。现在来一次，再一次。对，你等下接墨镜，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墨镜太贵。哎、欸，怎么会？这群年轻人很累啊，现在才九点而已。9:27，27分而已。我们今天有坐飞机，飞机上不是有睡觉吗？没有，才一小时而已。你们为什么不睡？就睡不着。啊，你们怎么这样子？啊、年轻人就是要动起来啊！我们就是动太多了。你说哪一个动？脑吗？脑的动。我看一下，饮乐应该蛮多的。哦，差不多哎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有动啊。有吧，有吧。有啦，有。打招呼。我刚刚就是这样的，我就跟他打招呼，你去跟他打招呼。哎，你去他旁边跳魔性石，让你自己跳，来。他很困惑，他很困惑，好可爱哦！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他是男生，我看到他脖子。男生举右手，女生举左手。不，只有他不举。好可爱哦！你是学生吗？你是学生吗？我看到他脖子，他不是。哦，辛苦了。怎么啦？好啦，给你钱，给你钱。我觉得很开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怡瑞出来了，我们今天有神秘嘉宾。怡瑞是一个最难约的人，所以我今天很开心，就是怡瑞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来。太感谢了，要把握好这个时间。其他那个年轻妹子，装什么年轻啊？他们根本老人了。对，今天第一天活力满满，对，活力满满。是他在台湾都不出门的，这位小姐，他在台湾不出门，所以他都气死了。所以我觉得很感动，我认真感动，所以我要鞠一下。鞠一下。明天见。早安，我的床板。早安。好好看哦。有点赶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厕所的镜子就是没有下半身，没有下半身。然后因为我要那个卷头发，所以我就看不到我自己的头发，所以我要一直垫脚。然后我从头到尾就一直这样子卷头发，超康的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请说。我衣服穿反吗？你穿反，你直接吴伯人哎、欸，吴伯人超不舒服的。吴伯义的姐姐，吴伯人哦，傻眼呢。我早上这边还有一个那个爱心的贴纸，你知道我们常常贴在这边的，他现在不是在这边。哎、欸，怎么？你有这么坑哦、喔？你整个大穿反呢、欸？对，他没有标签，所以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是他真的就是要这么紧？不是你这样子，真的超级没有脖子。
还是帅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讲一下你们昨天故事一下。你说吹风机怎样？因为我不知道香港的电压，然后呢，我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带戴森的吹风机，然后一打开，没有任何的事情，但是就是坏掉，完全没有声音的戴森直接坏掉，对，直接坏掉。然后这次来，我想说，那我再换一台吧，不是戴森的，看会不会坏掉。然后一打开，娱乐用的，娱乐你怎样？我昨天打开，然后我就等了大概一两秒，我说，哎，杯子怎么开啊？对，它就突然蹦蹦，然后它那个蹦蹦是这样，有烟的那种，对，你知道那个圆形的烟吗？好恐怖，哎，很恐怖。对，然后它就一阵那个超臭的，然后超级臭，然后就又坏掉了。哎，啊，不就好险你没有对着头，这样不是这样蹦？对，因为你已经就是脑袋有很多洞。我怕你又在一个大洞，现在脑袋多洞的是他。对耶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今年你这次来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目前第一名，面前第一名。好，你不要再录我了，我不要再录你了，但我还是想录。不要，这整集画面都是他的。对，啵啵啵啵啵。有跟你讲件事情哦，停车场，你有办了？真的吗？四遍，对。哎，你穿反？你穿反？有吗？哎，对，他不是原本就是这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并没有，没有，这是穿这反衣裳，好笑，他穿反了还不吃饭，对，耶，午餐吃高级的日本料理，茶碗蒸，你长得像茶碗蒸，你还像哎，你长得像新友菜，真的有点。你长得像 IU， 那我看看尹乐像谁？对呀，小 Yuri， 哇，你看起来我不好意思听哎。Yuri 像谁？大 Yuri。Yuri 像那个啦，短头发像林明真，然后长头发像那个白嘉琪。我想说，我长得像大 Yuri 啊。好，谢谢曹婉珍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照片的记忆卡掉下去，掉到水沟里了。才刚拍完呢、我刚拍完，好心情美了。可是你看，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开心？哎，刚拍完的照片，真的是刚刚拍完呢。这个怎么可以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啦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拿肉汤，还是我自己拿？去拿筷子，去拿筷子。哇！哇！哇！特辑了吗？对，生日快乐！好了，生日特辑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有一个粉丝。等一下啊！而且刚刚重点是我们刚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还想说会不会等一下就会有鸟，然后吊死下来。你刚才就真的哎，预言家哎。然后你今天项链断掉。对。然后你现在滴鸟血。而且温温的，怎么？哎，怎么热热的？湿掉，湿掉啊！不是啊。你总共有鸟屎啊？对啊，哎，再怎么样，下面还有鸟、啊，鸟在这里抓到你，抓到你，抓下来，就是你啦，抓到了啦。今天是乐天女孩赛马应援日。Check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上次第一次玩赛马有赢钱，这次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玩看看。我们现在在干嘛呢？自拍，假自拍哦。耶！大家，小鸡的眼睛叫什么？小鸡眼。老鹰的眼睛叫什么？鹰眼。马呢？马眼。马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早安，喝咖啡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是谁？啊，请问你为什么今天穿这样？今天帮你薪水比较好。不是，是。川田先生，不是啊，我认真问，你们是有人好像没有来啊？因为林威蒂，他怎样？他怎样？林威蒂他那个签证，叫他印出来，他不印出来，然后他现在来不了了吧？所以他现在没有搭上飞机。所以我现在是林威蒂，很闹哎，真的啊！一二三，马库利亚，叫大家！一二三。Yeah!
love you so much. 来，我们女神 ，baby， 他们都把我们的讲完，我们没得讲了 ，baby， 对 ，baby， 嗯，然后嘞，你是男的吗？哎、欸，这港语，不好意思，港语，你今天辛苦了，雷今日三福啦，雷今日三福啦，让我们掌声表示我们的热烈女孩。准备要签名了，谢谢你们。生日快乐！看你尴尬，好好笑哦。哇，今天许了几个愿望啊？许了三round。你许了三round，然后都不一样哎，到底哪一个会实现嘞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快乐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精神不错，我们可以去夜生活。不要，我认真拒绝。为什么？不累啊，两个年轻人去玩了。对啊，因为三十岁以上不行了。不要给我三十岁，现在几岁说？三十岁啊？你现在几岁？你今年要过几岁、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好吗？对啊。有碰到你吗？有啊。他干嘛？他突然碰我脚、啊。你们突然碰我脚啊？你有碰到吗？有啊。啊！什么意思？天哪，我们刚被吃豆腐了、欸，会不会是因为蹦迪的威力啊？吓到了，可能是我们腿吧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腿可能没腿啊。好险有蹦迪，不然磨倒了。对对，好险有蹦迪，因为蹦迪有三层厚，绝对记录啊！三倍厚，所以它就是保护力非常好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要去逛街了。早安，要回台湾了。这几天非常开心，可以来到香港，然后跟粉丝见了三天。那希望之后呢，也可以常常来香港。